活动现场呢，特别邀请到了我们资深的演员，也就是我们的山竹光以及我们的陈明秋老师呢，来到现场为大家带来呢我们客家传统戏曲的表演啦。贵宾要睇架好啦，本样睇架雷都前面的人舞台头前啦，嗰类人呢传统的客家派戏的表演啦，一下呢睇架用可能呢朴素最开始的众生的本样男人呢，山竹光以及我们陈老师带来热烈的表演。今年想选安徽戏，要安你记住喏。咱们就过来我的创神个大太茶啊，真是表演筹备的筹把戏，要盘茶盘度这就先将盘茶送了啊，视频的我来讲从中摸摸苦的呀，盘茶盘度有阿丹有阿柱筹备应该有多阿柱又多些年年头生了阿婆，我做了晚年医院出来。我这样太敢好，就没有出来人闲住闲民，你人家呀，几年的才艺，天哪，爱吃了。哎，我出来表演吧，哎，但是我们这个梦到，哎，莫安用我，哎，我收入出来，要是阿婆，朝阳还三个月哟，莫收啊，你忙碌了，你老板从来有，你娘不也有，哎呀，坑坑破破。免打在阿兄妹。喂，阿婆，你来做乜嘅？做咯。哎呦，安多年坑你阿婆。哎。你来做乜嘅嘛？阿妈啦。做嘛？阿婆来你讲。嘿。木鱼烧，这个我买到当家。我一个人，你听粉丝烧，我听抖音啊。做两年头，做两年我来台了，一年做两年我来台，你得了。
너무 너무 너무나 강한